我爱上一个爱着别人的男人，其实我们都要成亲了，可是在拜堂之前他又反悔了，我很生气，可是我还是忘不了他，所以我很明白你们的感受，因为直到现在我还在等着他回来找我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呢？不知道。他还会不会回来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是不是很傻，总是等一些不知道的事情？爱情本来就是一件很傻的事，特别是遇上没有结果的爱情。那不如这样，以后我们互相扶持，互相勉励，不要再为爱情和男人烦恼了，反正没有他们也不会活不了啊。那不如我们结义金兰，做一对姐妹好不好啊？好啊。苍天在上，我秦思荣，我冰心，我林雪燕，在此愿意一结金兰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咱们是不是真的不再理那些臭男人了？可是我觉得我还是会喜欢那个他呀，如果他回来找我，我一定会回心转意的。还是算了吧，咱们不要再钻牛角尖了，任何事情都有两面的时候，爱情还会有甜蜜的时候，男人也有好的时候嘛，不要因为咱们一时间碰到不好的就否定所有的事情啊，对不对？嗯，天很晚了，该去休息了。嗯，走了。